歹势，警察办案，卖动的举手。 怎奈来呀？先卖主人卡步了。这酒有啥问题啊？哈、啊，是不是有啥误会？这新阿酒啊，偷偷啊藏来，切割光。阮收到密报，讲台西杜光亮的凶器出现伫个现场，阮过来收集证据。 什么凶器啊？不是怀疑讲杜光亮是死在冷冻柜内底，除非啦，这个所在啊是杜光亮死亡的第一现场，啊，若无，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凶器啊？这个密报，敢会受害？我看应该是有人在恶作剧啦。凶器，就是这支酒。 歹势，我打到你的卡。既然有消息的来源，讲这支酒有可能是台西杜光亮的凶器，阮必须把伊抓倒来采证比对。是嘞，阮物件抓走，就无交了啊。 嘛好啊，卡叔会当抓到凶手哦，失望万克杜光亮对当面目啊！我还不确定哦，迄支酒干呐，是不是迄个迄支，都叫警察提走啊？卡叔真正是迄支酒干呐，来电话，我咱两个人指纹。 这乱调，我讲要我出力，到底是安怎出力？这个酒干哪会啦？你还叫我，你还叫我，我无想要去坐，我无想要跟你分开。那先等下看行李啊。别走了。啊，若无是要等警察来抓，先避开一阵嘛，再看事办事啦。先得去准备，半点钟以后我来接啊。 你对我安心？是陈东俊跟林子谦，不怪因的表情啊，遐尼啊奇怪，准备抓人。是。 是警察，想做在别人后边，可是要溜咱的。我唔知呢，不一定哦，咱紧走就是啦。进来。
做停来，下出什么问题是吧？无油啊！这哪有可能啦？拄只上车的时阵，还给我半桶油呢，那现在都无油啊啦！这摆是要安怎？警察在后边咧尿咧。老车，咱唔走的啦。唔走的。你若无想要警察来到，你就听我的话，连你慢慢听，紧的啦。你车都搬了，你白。啊！你是无看到警察在办案的啊？赶紧把车驶走啊！秋月川姐，一博又来了。子健，你要干嘛？我感觉疼的，你看我感觉就酸的。哇，紧起来了，那先赶紧走了，先找一个安全所在避开才行的，吼。我无法度行啦。你若是无想要有警察抓到，你就必须听我的话啦，紧起来啦，紧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快点来了，拄只照片出现是游戏的开始尔，接下来哦，有搁较趣味的物件在等着。陈东俊，我就看你的本事偌大。陈东俊叫我来这找他，啊，不过里底暗摸摸呢，那亲像无人。敢讲我的身份已经白空啊？所以，伊说这局，无论安怎，为着雅杰，我一定要跟伊拼。我是江超越，我来啊！哎，臭小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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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怀疑，怀疑我是内鬼？江叔啊，你莫误会啦，阮也是要确认你的身份，是因为我捌看过雅杰迄个闺蜜倒来的相片啊，伊的胸坎遮有一个真明显的刺青啊。因为最近发生的代志哦，阮真感觉足奇怪的，不过我甲子健袂输，过界鸟鼠人人画爬，所以阮毋才会就要较谨慎的啦。我哪是多软，我就去寻罗家峰跟陈文瑶。我是安怎替你拍这种根本就袂赢的官司？那不是我拄转来台湾，需要拼一个惊天动地的成名作，我哪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替恁两个做辩护律师啊？江律师，是的啦，东俊安尼猜疑，那是因为把对查多软行踪，我怀疑已经来到台湾，住伫饭店。东俊想要去找伊问候清楚，煞回走去。啊，不过伫个饭店的房间，伊有留一个撞球用的巧克，所以阮才会怀疑
你甲多少干的？就因为一个巧克，恁就怀疑我是多少？我真正唔知你头壳在底啥呢？你对我一点仔信任拢无，安尼咱的合作就到这结束啊！会影响我破断案件，就算我拍赢，嘛一点仔成就感。江叔，是的啦，这个真正是我疑心蛇暗鬼，是我唔对。啊，不过今嘛干那顺利，会当帮助我甲子倩啦，你别硬要咁放个最早啦。这件代志，阮无想清楚，处理了无够周全，确实是阮唔对。啊，不过嘛爱拜托你，小体谅者，因为我甲东俊发现有一个神秘人一直伫背后甲阮监视，甲阮创空。伊阁超过伊，甲不利的禁锢一条一条，亲像伊共款弹互警方，伊阁罗家凤伊迄阵啊，无唔对啦，就连杜光咧案件的凶器，迄个酒干啊，竟然嘛出现伫咧上位现场。上憾的就是哦，同一个时间啊，连警方嘛收到密报，就伫咧我要处理掉迄个酒干啊进前，甲伊提走啊。因为我惊阮叫人抓罪，所以才决定哦要走路的啦。啊，伫咧迄个神秘人安尼。布局之下哦，啊，形势对阮是愈来愈不利呢。阮真正是想无办法啦。我唔是来替恁切卡窗的，替恁请高明。江叔，江叔啊，是的啦。啊，我甲子健真正是想无办法啦，唔才会这么匆忙做出这么侪糊涂的代志。你千万放弃我甲子健呢，阮即马干啦，剩你这个希望。我甲你跪好无？我甲你跪啦。子健，紧跪来，叫江叔啊。江律师，歹势啦，请你原谅阮，阮绝对唔敢讲阮骂你啦。是啊是啊，啊，圣人这款代志哦，本来就是爱道德累积的嘛。我圣人一开始啦，我是因为心虚，才无完全向你坦白的。佮加上杜光咱的事佮亚杰失踪根本都无关系啊。啊，我若是家己讲出来，毋是足奇怪。啊，其实我是非常的信任你的力量。既然无关系。你是安怎要去甲警方提供线索，甲这两个案件牵做伙啊？我会当非常的确定，这两件代志原本是无关系的，结果都是亚杰拄好买到迄间仓库，算是有牵连啦。啊，不过后来发生的代志哦，真正是我感觉莫名其妙啊，所以我唔只会选择用这款的方式哦，杀乎你啊！卖阁搞我弟亲啊，叫我来判断。绝对是王雅杰发现你跟杜光亮的命案有关系，所以你才会对王雅杰下毒手。你现在还跟我说这是两回事，不然你是把我当作是念头鲁肃？好啦，江鲁肃，东俊绝对没看清你的意思，他一开始找你斗相共就是相信你有能力可以替他辩护，而且想不到后来我们两人都变作是同志欢，阮即摆真正是真无保提无路，需要靠你替阮争取一条生路。是啊，江律师啊，你是阮最后的希望啊！你着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上天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即摆发生要甲这两个案件详细还原过程，甲我交代清楚。真好，我袂做白了工的代志，恁家己保重好。江叔，江叔，你莫走啦！臭蛇，放手啊！我唔放啊！臭蛇，你若走，我甲子倩就稳死的啊啦！你放手啊！你，哎呀，哈！我替恁辩护会用的，恁两个必须要对我坦白，恁所有犯案的细节，还佫有我的费用，加三倍。好，没问题。